项记者呢被要求今天早上要来做两次核酸检测，第一次的时间呢约莫在早上的7:30，做完检测之后呢就会领到像我现在挂着的这一张采访证，下午必须要有这张证才能够进入会场。实际上这一次参加马英九二次访陆之旅的随团记者，从开始到会见前一共要接受4次核酸检测，如此高频率的检测呢，我们就可以推定而出，他下午基本上要见的人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。